来，涂涂涂，星星涂啊，涂在叶子，涂在叶子，叶子在哪里？还有另外一只啊，该不会他要穿不一样的鞋子吧？好啊，那个衣服就是白色的。还有另外一只啊，该不会他要穿不一样的鞋子吧？好啊，那个衣服就是白色的。嗯，我那个地方粘上，然后一脱那个黑的会掉。你玩到就好。我们觉得他们是最主要是要推广那个。哇，好漂亮哦！集中，然后倒进去。好，连。星星，这个很大哦，很大。好，可以了。好，星星一起，星星连。哦，好可爱，你好快哦，好快哦。星星，你摸住他的手，跟星星一起用，快点。谢谢。不要穿衣服。哎，不行，不是那个颜色，这样子帽子和那个皮肤又一样了。好，可以了。最后那个脚给他弄，要不然他会哭哦。最后脚给他弄，搞脚给他弄。要倒好哦，田翔轩不要再乱倒好了。另外现场呢，我们还有大约十名的一个 FB 打卡的朋友，
还有名额送我们的限量的一个文宣品哦。那如果说我们现场朋友主要想要 FB 打卡想拿赠品的话，只剩十个名额，也可以到我们的服务台。嗨，朋友呢，如果有空，欢迎现在一下到我们的国际展演厅，有我们的泰国音乐进师节的活动正点仪式，欢迎我们的朋友前往参加，谢谢。拿一个，来，他帮我拿一个，谢谢。哎，不会，来，谢谢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放了我去拍啊，你顾一下小孩。Thank you.
AM。右后方，争取我的粉丝团。右后方，争取我的粉丝团。
快花轨道轨道地铁车道，再给各个班车的进站呢是在民国林林火箭站，现在将会将即将中华快铁道火箭站，然后现在将通往鹿港及林林火箭站。我看这里，他们这边放在广场上，他的东山庆祝七十周年，抽奖办的抽奖活动，不要停，发票，门市地点这个发票，让奖店心如常常官网，奖金头奖是100万现金啊，在这里祝大家中大奖。我们右前方，右前方坐车车啊，给他坐白糖产品展示馆，里面有多少糖？产品你们好，这个冰品你们国暖味的黑糖都在里面啊。欢迎我们嘉宾在下回再回来别到里面啊，自由参观选购。好，来来来，朋友们，这班列车是加班车啊，这班是加班车哈。